台南市原住民艺术论坛研讨会七月二十八号在国立台南大学举行，安排多位原住民艺术家与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。天哪，我被瞪了，就是被团长瞪啊，被师兄师姐瞪，然后我就停下来，我就用母语回答说：“你都要那么晚？”我就说：“我不能说话，请你离开。”结果他说：“哦”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表演艺术家东东侯温幽默的趣事分享引起众人的共鸣。台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表示，艺术论坛研讨会邀请到多位的艺术家，就是要大家共同来关心当代的原住民议题。透过这样子，让台南的市民真正认识原住民的艺术在关心什么样的事情。然后另外一种举办活动的形式，过去也都是可能是被学术、被什么样的单位引导。我们希望是回到自己原住民，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办自己的活动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今天人不到一百人，那个不重要，刚开始做对，那个意义才是比较好。艺术论坛研讨会出席人数有七十多人，民族事务委员会希望研讨会的方式能够跳脱以往学术性的架构，应由族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办理最为重要。记者莫定，台南市采访报道。